己我都未試過咁樣去練法。沒關係，上次講的那個呢，也跟這個武步有關係，就是步法當中的進中有退，退中有進，就是身上，也就是按着在腿上，腿上也同样要分出阴阳，同样可以把对方反给压住。大力大力，你看他是怎么呢？你看松开以后，你。